而且你听到瀑布的声音吗？有啊，那个水的声音好棒、哦，我觉得我好像在那个《绿野仙踪》里面，我是童话故事的女主角。Coach your style， 管你的时尚。哇，比如你快来看看我的秘密景点，你看到没有？这完全是我的菜，是不是？这就是这一次哦，我带你来要拍摄我们 Coach Vogue 的时尚大片的地方，你觉得怎么样？好美，喜不喜欢这个大自然的感觉？我是非常爱大自然的人，不瞒你说，我昨天才露营回来。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我去宜兰的山上露营。最近热爱，你知道我看你 YouTube， 我有看到你在里面拍了很多东西。你有看？有，你们扎营搭帐篷，对对对，然后煮菜分享，对呀、啊。可是很辛苦很累，然后你早上隔天起来，整个没有妆没有发，戴个大眼镜在那边做菜的。啊，对对对，没有，因为我觉得只是 setting 的过程累哦。等你全部 set 好之后，我就觉得哦，徜徉在大自然里面，然后不想下山。我真的是为了跟你来这个仙人掌园，昨天特地从我的露营地离开，来到你这边享受你的大自然。真的假的？你知道吗？2021 Coach Forever 它的品牌的精神就是藉由全新复古跟经典设计来传达它对于这个生态环境的重视跟责任。哦，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边再适合不过了。而且我几乎已经想好要怎么做了。真的吗？你相信我吗？很相信，很期待。走走走走走。太棒了、okay ，太棒了，漂亮！当然，哇，你诠释的太好了，太漂亮了。主要是包包很加分啦，你喜欢这个包吗？很好拍。知道这个 Ergo 包它其实很特别，就是一个很经典的款，而且它早在60年代就已经问世了。它这个外形轮廓很类似它另外一个包叫 Hobo、嗯。那它们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看它左右两片都有窄片的这个设计，而且更特别的是它这个用皮革包覆整个这个手袋的边缘的地方，你看它就是一个 Coach 一个很传统的一个设计。好像真的很少看到包包这边会一直这样包包包包下来。对，整个。而且你要知道它这个工艺非常繁复，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做的，漂亮哈、啊，好看，简单大方啊，基本它是百搭包。对，好，换我拍，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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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赶快，换老师时尚一下，换我来一下。快点来看一看，刚刚已经非常爱我这个了、嗯，结果你这个有童趣感的这个我也很喜欢。你更喜欢吗？我觉得跟我个人的画风很像，是在这个很平稳的皮革上面有这个刺绣，而且它是比较属于叫做粉嫩，像 pastelish 的颜色，然后有点像我们在写日记的感觉，像不像？就随手写，你有什么想法就把它记录下来，比如说你想一道爱就画一个心。哎，我觉得光的地方再多一点哦。包拿起来 ，OK OK， 抓住。这个 Pillow Tabby 它是近期非常 popular 的款式哦。嗯，那这个是以 modern 的手法去诠释了70年代的这个包款，质感摸起来非常的舒服，它是一个 对不对？是一个 Napa 的一个皮革，然后它的结构是非常蓬松轻盈。就像枕头一样，对，我刚刚就想说，哇，这个一直抱着，喜欢不喜欢？而且我喜欢它，很漂亮。它这个吊牌的地方，它也做蓬蓬的，蓬蓬的，整个蓬蓬的。对啊。好。很好。Yes。对啊，你就是今天，你就是我们的 Coach 女郎 ，OK？ 太漂亮了，好 fashion 哦，很棒，很棒。可以嘞，我觉得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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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给我，你过来看，你过来看，你过来看。哎 ，Johnny 太好了，你看，你看，你看。我觉得很不一样的我哎，完全不同的面相，对不对？嗯，简直是一个 superstar， 太漂亮了啊！太棒了，我觉得一切很完美。好了，任务达成，我们收工了，耶、yeah! ！我刚刚讲说来这边最害怕遇到的事情就是跌倒，一跌就立刻变针灸，好棒啊！我个人看到这种就是会忍不住哎，
我之前有种过类似的哎，而且它中间的花之后会开花哦，然后开集中在那个点，好适合旋转哦。